呢，台上面没有把握这个机会，好像是需要加快了。好的，互动舞台的朋友，请给我们的 Luxy Girl 一个尖叫声！太正点了，我先从舞台上面看下去，也很。那我们合唱的部分就之后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舞台上面的所有的女优，我们的事业力，我们的梁川轩一，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菜，所以他要不要注意啊？好，好，在最后一位签完之后，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女优来到。